咗。有落雨大雨。而家呢个时间要收楼，点算好？收楼用柳竹梳家私电器为你度身订造，唔使奔波劳碌来往大湾区，安在家中就有专人为你服务。咁多服务咪好贵？大湾区代收楼服务，疫情价只需199，喺 V 家管家王用直播收楼真系199。咁你快啲帮我收楼先啦！冇问题。咁装修点算啊？交俾我啦，香港落单，内地施工，而家装修王只需要99蚊就可以出到装修平面图同效果图，有 V 家就有安乐的家。我哋就嚟到烧烤场烧烤，几正喎！海边喎，喺海边烧烤喎，仲有椰青啫喎。冇大喇叭，冇大喇叭，点做嘢啊？差不多都是这么慢，是啊，好吃的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差不多已经。老板，哇，你的鸡是戒开它啊？是啊，入味一点，是啊，醒目啊。刚才端了一个火锅来。哇，这个豪华餐，这个豪华餐。是啊，可以吗？吃饱了？好的。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喂，你呢台攞奖啊？喂，喂，俾观众睇啲咩嚟噶？喂，我哋呢台非洲鸡翼，韩烧鸡翼 ，OK， 韩烧鸡翼，韩烧鸡翼，哇，掂！睇我哋呢台香港嘅搞成点咧？我见你搞到一头烟喎，系啊，我哋未控制到个火头，我哋都系烧完只鸡翼咧，嗰支竹签咪断咗，系嘛？着晒火啊！我人都着晒火啊！慢慢搞啊！你哋食完啦，呢边差唔多。我哋咧好似咧比赛喎，个个用尽办法咧，系全部用先。有啲系用石子啊，有啲用兜啊。呢个呢啲好似啱啱开始咁啊，咪系啊！真系啱啱开始。你讲啱起啊！啱啱先起。哇！我哋呢個方法 OK 喎，黃總，係啊，喂喂，賣啊，賣雞翼，幾錢只啊？唔該，收你平啲，打我八折啦，打八折，我哋啲客成日叫佢打折頭啊嘛。OK 啊，指模指樣啊，呢間呢個部門指模啫，管家王係咁嘅，細心啲啊，管家王嚇。A 哥做乜仲孭住個背囊咧？你隨時唔知放邊度？哦，通知老闆，老闆。好亂啊！好亂，驚啊！係嘛？係喎，冇俾人睇咗，做好曬啊！睇下我哋啊！嗰牛扒幾好食喎，原來可以煎牛扒，好。我要繼續努力。一剎那彷佛若有所失的感覺，不知不覺已變淡，心裡我誰明白我，身不羈放縱愛自由，系咪噶？但系我惊你嬲喎，最我嬲咩啊？你我哋仲够嬲啊？佢唱嗰啲咪几点翻工放工嗰啲？翻工放工几点至九钟？而家冇老板呢度，你中意点？
哇！做咩全部黑衫咗？我哋咧食嘢已經食到尾聲啦，睇一睇下。喂，香港邊個唱歌？香港隊邊個唱歌？乜當睇我唔到啊？少少睇明星嘅，唔會係嘛？唔會由你唔得嘅，笑咩啫？揀歌，幫你揀。有首歌。介紹俾大家，佢有冇問題啫？後生女，佢嗰度，我哋要為邊家付出努力，你話好唔好？阿健，你都講兩句啊！雖然你有邊家唔係好耐，我有親切感。我有親切感，我有家嘅感覺。我哋愛情故事可以感天動地。啱唔啱先？啱唔啱先啊？两种，张总，两种爱情故事感天动地，有意见吗？有冇意见？冇意见系嘛？为咗表示呢啲感天动地咧，食嘴30秒，我嚟计数，来，大家，第一个计时10秒吓，唔准分离啊！来啊，30秒，30，我得讲嘢啊，我得讲嘢，过点解唔过啊？照香港，来30秒 ，1, 2, 30，20秒半，20秒，28秒8，28秒5，佢两个仔喺度咬紧个。咩事啊？遠嚟究竟係啊？咩料啊？咁呢個寶龍城非常之針對嘅樓盤咧，就喺中山旗杆新城呢個寶利天郡。究竟咩情況呢？今日帶大家去睇下。更多精彩，請留意 V Pass 大灣區筍盤王頻道。我哋而家咧。就无惧风雨出海。我哋 V 家嘅同事个个一齐共度风雨嘅。咁呢几日暴雨啊，大家听到消息，河南嗰边好大，好惨啊！我哋算幸福啦呢度。落下啲雨就冇乜嘢嘅。哇，好靓个沙滩。沙灘好靚啊，啲船都好靚喎，哇！可以蛙去咩喎？我蛙翻香港先，拜拜，我蛙翻香港，我先翻嚟，啊幾型嚇！會被抓的。你揸車叻啫，揸船得唔得啊？準備下水咯。
准备掉。我带一个女的来用啊，你们不是知道我跟他女的来啊？啊。你们去哪里啊？又撞啊，又撞啊！哇哇，两个，哇撞啊撞啊撞撞撞撞！我都话你啦，揸车你又叻，等阵啊等阵。系啊，我唔使嘛，唔使叫我，唔使啊，但系，啊好厉害啊！应该就退房了，咁啊都挂住玩，就冇拍到间酒店啦。我哋今次住，我哋公司住全建就呢间酒店啊，非常之靓嘅五星级酒店啊，咁打一打啲房。咁啊，不如我临走落住大雨啊，介绍一间酒店俾大家认识下。咁啊，下次大家如果开咗关嘅时候咧，大家就可以过嚟自己嚟呢度玩啦，非常之推介嗰个酒店啊。当然咧，价钱就系OK 嘅，合理嘅。咁啊，其實我都唔知幾多錢啦，因為當時我就同人事部講，喂，我辛苦咗啲員工咁耐，總之酒店嘅、食嘅、玩嘅，全部要最好嘅。咁啊，我諗我都係第一次咧落住大雨去介紹嘢，咁樣落住雨嚇。咁因為頭先玩完最尾咧濕曬身啦，冇所謂啦。咁呢間叫天曬係咪？呢個應該係曬嘅，天曬度假酒店，非常之正嚇。咁佢咧就幾得意喎，佢又似公寓，但係咧就有一個好靚嘅酒店大房喎。睇睇個大堂幾靚啊！咁啊，照翻平時一樣咧，就入嚟個大堂攞房啊，咁樣咯，好有規模嘅。咁啊，有休息處啦。咁其實咧就好多嘢玩嘅呢度。咁啊，一棟棟嘅啊，有露天吧啦，有餐廳啦，咁樣。咁佢完全就係呢種度假式噶啦。度假式嘅酒店嚟嘅，咁啊有樓下就有便利店啦，大家啲生活用品啊，又唔使擔心夜晚想嚇飲宵夜都冇啊。嗱，咁佢就咁樣一棟一棟嘅，大家睇到啊，好多嗱房啊非常之多，所以如果大家 book 房應該唔擔心 book 唔到房，房啊非常之多。不過咧，大家注意一樣嘢，唔同嘅棟數咧，嗱我就住呢棟嘅。我就知道唔同嘅棟數咧，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個景觀就唔同啦。OK， 咁啊，景觀即係譬如望海嘅，佢有啲一線望海都有嘅嚇。望海嘅望園啊，但其實佢個園林係相當之靚嘅喎。OK， 嚇喺園林相當之大，相當靚。咁啊喺房嗰度我就影個望落嚟啦。咁我而家就不如行，冒住大風雨，照行入去個花園裏面俾大家睇下，都好多好靚嘅園林嚟嘅。咁啊，落住大雨又有落住大雨嘅感受啊！咁大家知道我人幾樂觀噶啦，即係落雨就有落雨嘅玩法，有落雨嗰個感受啊，就千祈唔好心情唔好啊。套住頭先嗰個大團嗰個話，佢話沈博士，你知唔知啊？前一個星期咋，唔係好似而家落雨，你知唔知嗰時曬到啊？佢話原來有個團員啊，係曬到中暑休克啊，休克咗送佢入醫院喎。佢話：哇，曬到飛起！佢話：而家你哋今次嚟咧，雖然落雨，佢話咁啊幾涼快，嚇咁啊幾舒服，嚇。OK， 嚇咁我行個園林裏邊啦，幾靚啊！咁啊，大家諗下嚟呢度，嗱，除咗去玩啲水上活動之外，咁你就喺個酒店本身，咁啊喺度行下，享受下呢度嘅環境，都相當之唔錯啊，係咪先？嚇，好多綠化，好多園林，睇點樣行過去先？一棟棟，佢酒店嘅外形又好靚仔喎。就算有酒店，你嗰啲唔係全望海，你可能望到啲大廈，哇，水浸曬啦，睇下，浸曬到，我行喺度嘅。
咁咧，我哋一陣間就食飯就退房噶啦。咁跟住咁好開心啊！見到啲員工玩得好開心，大家睇到啲片啦。咁就啊，做老闆就係咁啦，係咪？就你見有百幾個員工，其實咧即係百幾個家庭啊。咁做老闆其實有時唔係話淨係自己揾即係賺錢嘅，即係可以睇到咁多個家庭係咪？大家都是靠在公司里面做嘢去养家，是吧？咁所以我的愿望咧就系话咧，即系你话喂 V 家就有安乐的家，咁啊，其实希望我哋 V 家每个员工啊都有个美好的家庭啊，咁啊希望我哋 V 家都为你提供咗好好嘅工作啦，啊搵到钱啦，啊亦都喺公司里面做嘢心做嘢开心啦，系咪？啊翻到屋企咁啊开心。我亦都希望我哋屋企人支持佢哋咧。有時你知我沈生同阿 Judy， 我哋做嘢都幾扯噶。有時即係要我哋又八加，有時可能會做下比較夜，我哋半夜三更咧，我都好衰嘅。我哋半夜三更都發微信俾佢哋嘅，做 PPT 啊咁啊，咁啊，因為你知咧，其實即係我哋呢個行業啊，就其實幾緊張嘅嚇。嗰啲信嗰啲樓盤嘅信息咧，信息萬變，好快嚇。有時一遲咗咧，有時都即係都會俾啲顧客。啊！俾啲客户即係話嘅 ，OK， 所以我哋為咗保持最快嘅信息，同埋你知我哋 V 家咧就喺呢段時間，我哋真係擺咗好多人力物力同埋好多心機咧，擺喺售後服務嗰邊。即係大家真係唔好睇小嘅售，呢、這個售後服務唔係講咁簡單啊！大家即係趁呢個機會我講，即係呢個售後服務真係唔係講笑啊！當然好多即係好多同行都話有售後服務啦，咁真正做個售後服務係相。是需要非常大的人力物力的啊！咁啊，因為如果啲售服務咧，我哋以前咧，即係兩三年前，我哋售服務咧，我哋判出去俾人做嘅，就判出俾人做咧，發覺真係咩鑊，真係咩曬大鑊啊！尤其是裝修啊嚇，我試過做咗一個商場，跟住咧有啲即係啲客户咧，即係譬如租買鋪或者租鋪啊，跟住我介紹嗰啲裝修公司咧。哇！當各個裝修公司啲產品啊啲嘢做出嚟唔得，雖然我係介紹人啫，咁始終都要揾我啊嘛嚇，咁發覺話唔掂啊嚇，因為咧第三方公司有時自己控制唔到啊，咁所以今次我哋所有 V 家嘅售後服務，我嘅決定就係唔理啦，我哋全部都一定係自己直屬公司自己建立團隊，自己人去做嚇，冇車就買車，冇工具買工具，唔夠人就請人，係嘛 ？OK 嚇。咁啊，投資相當之大喺呢方面。咁我希望，當然而家啱啱起步嘅啫。我希望日久咧，能夠即係將我哋嘅售後服務嚇，即係做到即係最好啦，同行最好呢個我願望嚇。因為我覺得呢個最緊要呢樣嘢啦嚇，因為買完樓之後嘅售後服務真係非常重要。啊，呢個商標去睇睇，大灣區我們來了嚇。嗱，呢度仲有個遊樂場啊嚇。所以係啊，所以大家睇到，喂，係咪㗎 ？V 家點解咁多人啊？我哋淨係大陸有130多人，我可以話你聽，仲有澳門嘅同事未過嚟啊，我仲有少兩個同事都因為啊，即係係啦，有啲係未嚟到添嘅。咁啊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哋最主要我哋非常之多嘅售後服務部門 ，OK 嚇、啊。咁你咁多部門啊，又驗樓又收樓又家私係咪啊？又管家又策劃部，你諗下喺個遊樂場嚇，咁啊喺上面望嚟清楚啲嘅嚇，你諗下幾多人力物力啊？而且我哋嘅人力物力仲係不斷增加，冇減少，係仲要繼續增加嚇。哇！嗱，好啦，大家睇曬全箱啦嚇，嗱呢個俾埋大家睇下，一共一至三棟五棟睇曬度。啊，咁啊早餐食自助餐嘅嚇，咁佢頭先有個大餐廳，大家睇到嚇，就喺度食自助餐嘅嚇。咁啊，所以今次就所有我哋嘅員工都辛苦咗咁耐啦。咁今次就嚟到呢度玩咗三日啦，嚇。咁就雖然有落雨，但係咧睇到佢哋都好開心嚇。最開心的地方係同埋屋企，因為今次我哋都俾你邀請埋哋嘅屋企人過嚟，家人過嚟，咁啊一家大細咁有時喺度玩嚇。咁啊同埋同事用同事之間互相認識啦。因為你知我哋又有珠海啦，有中山啦，有深圳啦，有香港部分同事又過咗嚟啦。啊，仲有肇慶咧，係嘛？咁啊，其實好多同事咧，雖然同一間公司，但係咁耐以嚟咧，好多同事咧都未見過啊，都未係啦，都未必認識嘅。咁借住今次嘅機會咧，大家認識一下。
啊，咁啊呢個就大堂嗰條行落去，咁啊，所以咧就我諗團建最大嘅意義就係大家建立好個關係，呢個最重要咯嚇。咁啊呢個團隊好緊要，你諗下誒賣完樓嘅，跟住其他部門要協調翻，咁啲顧客先滿意噶嘛嚇。V 家而家真係啊，我唔敢講話而家個服務做到即係已經係好最好啊 number one 嚇，但係呢個絕對係我哋嘅目標嚟嘅。咁就好嘛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。好，今日拍手店啊到此為止啦，晏啲見。